法律的问题。你今日台北找国安，你去找总统来嘛无效。我有啥问题？我跟恁娘做有啥问题？太假都滴，恁明仔还请神啊？说是最感动人心的一部国片，不能没有你。我们也很高兴呢，今天请到的这个代理人戴导演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先来欢迎代理人戴导演，欢迎您。主持人你好，对，其实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哦，代理人导演呢，今年的《不能没有你》真的是在台北电影节这个等于说是获奖连连，对不对？除了百万首奖以外，然后还有包括男主角、男配角，然后甚至是。媒体推荐奖，对对，得到哪一个奖你最惊讶？媒体推荐奖，对对对，是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代理人导演，因为之前是演员嘛，那在演员的表演上面其实是比较直接，然后力量很大，然后但是其实您不太喜欢跟媒体有比较亲密的互动，对不对？所以得到这个奖真的是很压抑嘛？对，非常，因为。不仅是我个人的工作习惯，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它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怎么讲，跟我们台湾的媒体现象有一个很直接的对话的，所以能够从一群媒体人为组成的这个评审手中拿到那个媒体推荐奖是非常，而且。最令我高兴的，或者是说有一种感动的是，其实媒体推荐奖的评审的给奖理由、得奖理由，是我觉得哇，他们真的懂我，真的懂你，所以这一点很高兴。对，我听说除了在颁奖当天，除了张荣荣以外，只有戴立颖导演是真的是高兴到起立来欢呼的。对，他们给我他们给《不能没有你》这部片子的得奖理由是本年度最大胆。最有企图心、最好看的国片，真的。对，其实我 care 的，不是 care， 而是是说我感动的部分是在前面那两个描述：最大胆、最有企图心。嗯哼，这个其实，之前很多看过片子的朋友，我的朋友，其实他没有人聊到这一点。嗯哼，然后我就在想，哇，我的东西人家是不是没接收到？就是我其实没有 touch 到有一层东西，我藏的比较深一点。结果在媒体推荐奖的评审，哇，全部写出来，我就觉得他们有去看到，有去看到你想要表达的给观众的那个想法。对对，其实是给媒体、给台湾电影界、给那个东西，其实不会影响到剧情的观看。剧情大家觉得很感动，很感动，可是。可能比较少人会看到那一点，那一个比较深层的意涵在里面。对对对，所以就要赶快来介绍一下《不能没有你》的这一部电影。其实大家可能应该都会知道，说它是改编自一个当时的一个新闻事件嘛。但是其实，在当时的时候，大家好像只是看到那个事件的本身，然后甚至是有点把它当成一个闹剧来看。并没有去追说后面其实它是有一个很深层需要大家去正视，而且可能常常都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故事。是，其实就是想借用这对妇女的遭遇来做更大的投射跟对话。那何谓更大的这个投射呢？就是其实这对妇女她们遇上的问题是法律体制上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官僚系统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跟他一样的环境里面了，对，你知道我意思，就是所以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是说这样的问题如果发生的话，是发生在我们一样是我们所居住的空间里面，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社会里面。那再放大一点来讲的话，是全世界超过95%的人也都生活在各式各样不同的体制、国家法令制度、
底下，就是生活在大机器当中。所以其实从这两个人身上，这部电影其实不只是能够召唤台湾这个空间人经验，同时也可以召唤，我相信是召唤只要有国家地区，只要你是小市民，你可能都会有那个共鸣在，对不 对, 对？因为这些问题，不管是有没有是这么的令人感动，或者是平常一些小市民在生活上面，你一定会碰到体制上面的一些觉得下位不公平啦，对，去办个去办个证件也好，或者甚至在路上可能一个不小心违规了，被开一张单子，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所以在当时要改编这个新闻故事，让他去拍成一个电影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意涵在，所以才选择用黑白画面去处理这样子的电影吗？对，就简单的来讲，就是黑白它其实如果拍成彩色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像新闻。那一天到晚大家在家里面看新闻，看得很腻了。对，那。但是不是说内容是新闻啦，而是说如果用彩色的来拍一个很写实的东西的时候，在我来讲它太残忍了，因为我们太习惯看很多冲击性很强的新闻，所以我们已经习惯去漠视，去忽视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我们每天都过不下去了。那这样的时候，如果你又拍一个很真实的东西，然后又用彩色的话，就观众可能习惯性的就把你当新闻的方式，就是啊，那我去冷漠对待他哦。你寡脏，你们拢不要紧，我唔惊。我就是等这款环境长大。就是用冷处理的态度去，然后有点冷眼旁观这样子。对，因为是一种习惯问题，是一种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子的媒体环境里面。对。那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黑白的时候，它变成是一种距离。它其实黑白跟写实不一样，跟真实不一样，它是一种有距离的，那个距离刚刚好可以让观众很没有这种压力，或者很没有防备的去看那个故事背后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好比像普利兹奖的最佳新闻摄影的，对，经常是黑白照片。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那是彩色照片的话，可能大家看到那个照片就这样看一下，大概两秒就离开了，因为天哪，怎么会这样？对，那变成黑白的时候，他可以看很久，然后去思考那个照片想要传达背后的意义，就是看的比较深层的一个感觉在里面。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到说，像是《不能没有你》这部片哦，其实在这个选角上面，也都是大家看到的新演员，过去没有看过的新面孔。所以在选角上面呢，导演这边有做了一些哪些特别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当然会从他们本身的个性特质出发，因为这两位在台北电影节同时拿到最佳男主角男配角的这两位我们剧中的演员，其实他们都是导演。其实这个戏里面总有六个导演啦，就是真的吗？哇，因为资源比较不够的时候都找朋友来帮忙，然后朋友都是导演，所以来的都是对。